来，出来，坡地这里。泰汉奴出来！我要站在神武青蛙这里等他过来，就是现在。我突然叫唤，突然被叫本名了。蔡汉奴，你还在干嘛？出来！蔡汉奴来打球啊！大熊，快出来打球！等一下，大熊就真的出来了。欸，我们可以找大熊上线打啊，不知道大熊有没有空。哇，这个翻超远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哇，跳过。不太喜欢恐暴龙的那个攻击模式，没什么，对近战没什么破绽，啊，来不及，太大只了，尤其是他那个，啊，他甩尾没什么前置动作，掉落我觉得他要破坏头跟尾巴实在太难了，很高，对啊，嗯，就近战打起来很痛苦，加强版的马勒龙。小六打这是拿弓打会比较快吧？嗯，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觉得。我打两场就知道，就感觉得出来，这次近战不好打。但是你拿的那一把好像不是弓。没有啊，就随便啊，没差啊。他这个甩尾要一次都是两次。一个 cycle 两次，超烦的。哇！我第一次看到这一招了，长知识了。我要跳好远哦！哦，有人骑在上面。龙骑士，觉得他很敏捷。我要跳好远哦！啊，被甩下来了。嗯。怎么想都觉得这一只的构造不合理呀，啊！看榜三小，这语音太凶了吧！不是，哦，凶。这只真的是想好好的边打边吹笛子都有点难度，太难了。他的动作空隙，啊，哇！他真的很痛。除非要站在他正脚下，我有发现到一个破绽，有空档。微妙的角度。啊！一直转圈圈。嗯。哇！打倒了，打倒了，打他，打他！尾巴真的超肥耶！累了，对，有一点累了。
想吃饭了，快，这时候可以喂他吃肉肉了。你确定吗？没有啊，你放生的话会吃。放生肉啊，如果你有带的话。你有带吗？你今天有带吗？我没带。可抓。他要吃草食龙了。草食龙再见。啊！放开草食龙。No， 他在吃草食龙。他这个设计也蛮白痴，我在打他就没反应。嘣吧吧吧。有地震，有地震吗？你有感觉吗？台中无感。哪里啊？那可能又是南部吧。前几天南部不是有个很大的地震吗？欸、对啊，真的我没感觉、欸。我是去到客厅问我妈说：“妈，有地震吗？”她说：“没有啊。欸”哎，有哎、欸。然后我就说：“哈，有没有又有？”她说：“对。”她看了一下客厅的那个电灯在晃。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暴龙，台中有感，嘉义四级。我的，我住了十二楼，没感觉。我的手机没叫，那应该是台北没有摇吧。台中西屯无感。感觉是南部那个地震的余震。对。还要打什么吗？要继续打恐暴龙吗？有其他任务也可以打。做个恐暴龙装。恐暴龙装。我真的超慢欸，读超慢。好丑！看到我妹的画面都已经回到据点了，我还在读。代谢极高，必须不断补食。恐暴龙怕什么属性啊？有开他的那个图鉴，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。哎、欸，我有新任务，也可以帮我打。欸欸、打钢龙、哦、好啊！你打完那个，陪我打那个阎王龙、哦。我最讨厌打阎王龙。他的暴走金超珍贵，有54000哎、欸。阎王龙不是力战的吗？力战阎王龙，力战阎王龙，他不能打啊。啊，他不行吗？力战阎王龙，他不行啊！力战阎王龙要50哎、欸，力战的都要50哦。力战古龙都要50啊。哦，对哦，阎王龙是古龙。啊，对耶，看到真的是 HR50耶。噔噔！耶，我的据点里面有一只恐暴龙。睡着的恐暴龙。特殊装备。可以打这个吗？呀，你开啊，你开了吗？还没，这个不知道出在哪个地图啊。啊，我看我们就陪你把你的自用任务解一解就好了，你就 HR49啦。是吗？应该没有那么简单吧？
自由任务都没解。哦，可是有一些任务都是很比较无聊的任务。哇，你可以这个是11号营地，而且你知道一起玩，跟朋友一起玩超过100场，100场有那个什么奖杯，朋友，那你知道吗？朋友是指在 PS 里面的朋友吗？还是只要连线就算？大雄想要拿这个奖杯拿不到，等一下是要没朋友，要 PSN 的朋友，还是只要里面连线就可以啊？里面连线就可以。哦，是哦，那很有多人就可以，多人。我刚刚本来想要吐槽说，那餐哥应该也拿不到这个奖杯，但想想餐餐好像也会跟观众一起玩，那要玩超过100场才有啊，他一定有啊，他都白金了，对啊，哦，他白金了，对啊，他白金了，任务接了，他在人中北董出来之前就已经白金了，接接，他已经无声可恋。然后你的自由任务里面如对话框的姐姐，就赶快把它打一打吧。有的好像是 NPC 给的。今天是礼拜几啊？礼拜四。是吗？是。拜四啊，礼拜六早上6点要比赛，好麻烦哦。比什么？比 Speedrun 啊！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国外办的啦。但是也没奖金，就是想说玩一下。难得啊，没奖金。打钢龙要多带一点闪光弹，没错，带好带满，他只要一起飞就把他闪下来就对了。然后他的身上如果有生物，他的身上如果有那个风压的话，也可以用闪光弹把他解掉，把他闪到生活无法自理，真的，闪死他，开闪。闪好闪满啊！离开暴风圈再闪。啊，钢龙是出现在这里哦。嗯，11号。11。站在第五区，你要降11号营地。哦。然后往这里走，人就在这里。笛子哪一把？我忘了这把是哪把嘞。有没有看到？那就是钢龙。这样的就还没上车，钢龙不好骑，那古龙都那么容易就被骑。闪他们全家！他的弱点是屁股跟头。
啊靠呀，被扑了，完蛋。骑上去啊！你打喽，我在上面喽。小马儿驾驾！下来了，我没有，再上去了。到底是下来还是上去了？搞得我好乱啊！好，准备下来喽。已经下来。下来，蓝莓25个月，谢谢订阅，工作辛苦啦！花月16个月，谢谢花月的订阅。哎呦！突然觉得会飞的龙都很可怜，活该被闪一样。对啊，就马上闪跟白痴一样。哇，谁拿机关枪啊？哦，哈利哦，他已经去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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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下来了。我要死掉了！你要死掉了！他快死了！不是啊，他的头在土里呀、啊！那有没有觉得钢龙超好打？好打，好打！不，你死得好惨呐、啊！钢龙好可怜哦，不是只有钢龙，是所有的龙都很可怜。我还没看过哪只龙活的还蛮快活的。阎王龙可以找找看啊。阎王龙，哇，赚哦！挖到宝玉了。咦，不是北斗，对啊，因为今天魔物猎人更新恐暴龙，所以我们在打恐暴龙。这画面上是钢龙，你不说没有人知道它是钢龙了。哦，
差一点点要47 rank 了。嗯，快了快了。阎王龙是想回家回不了家的龙。你说他逃跑的时候吗？哦，他有一个bug， 就是你要逃跑的时候，他要换地方的时候飞起来，你把他闪下来。哦。然后他那个时间结束之后，他就会继续再起飞，然后一直重复这样的循环，一直到你的闪光弹没有为止，把他打死为止。对。死状非常的凄惨。好，晚安，睡觉的晚安。四七四八四九就可以换麒麟场了。你还有没有什么任务？对话框的任务，自由任务。我看看，没有一个对话框这样。合化衣装是干嘛用的？你看它效果啊，它不是会有血？因为我刚拿到，还没有打开来看。没什么印象哎，感觉不是一个很强的东西。我应该好像也没有。啊、穿上的时候调和会变多是吗？什么鬼？我看一下。欸、我还真的没有那件 那个衣装哎、欸，不是耶，它是以异常状态属性的武器攻击命中的时候会提升属性值，发动几率。哦，就增加累积吧。一只晚安波浪爸爸，好 ，Chris 晚安。你怎么拿到那件衣服、啊？哦，叫化合衣装。哦，我不知道啊，他刚刚任务自己跳出来的。没、欸，我没有。哎、欸，什么？そういえば，那你有耐龙吗？耐龙衣装吗？对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。我过完恐暴任务之后，他就给我了。嗯，是为什么？约是啊，哦对啊。啊有啊有有有有，过完那个恐暴龙的时候，他会给你一个耐龙衣装。我没啊，我过完恐暴之后，有一个那个蓝色的惊叹号，你要解他那个任务啊。我没有看到我的地图上有出现蓝色惊叹号、欸，哎。啊，你的据点里面、嗯、还是脚你，还是脚印？难道？我有拿到了，我有拿到了吗？我已经有了吗？哎、欸，断线了！哎、欸，我又断了，我也断了。哦、oh, ，PS， 大家都断了，伺服器在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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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嘣嘣嘣嘣。
我已经没有对话框的任务，其他都是比较好像可过可不过的任务。那你哦，啊，我看到了，你是不是很多龙都没抓？抓没有，看到你的斗技场的任务超少。那你的那个料理长或者是武器店他们那边的任务都有解到吗？有啊，都解完了，他现在都没有惊叹号出来了。嗯，抓是倒不至于啦，抓了之后他才会出那个斗技场的那个自由任务，不是吗？可是斗技场的任务可打可不打吧？对啊，可打可不打，那个没差。他只是让你练习，你打只是你解斗技场任务，只是为了要解那个新大陆白风而已啊，其他就没有。嗯、那这样子我们要打什么呢？打什么呢？你们还有 HR30 的力战吗？有啊，我只有两个人的。对啊，我只有两个人的。风龙。回龙，打这个好了。对，我好像有一个东西想打。打这个，钱钱好多。大凶财吗？不是，它是爆锤龙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哎呦，还有一个位置哦，小朋友赶快进来哟！小朋友赶快进来哟！摩托，摩托摩啦，是餐餐番茄酱。哈？它是餐餐番茄酱。它是番茄酱。它是番茄酱。对，它是番茄酱。它怎么 ID 不一样？问他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是吗？啊，不是吧？餐餐番茄酱是那个什么 KiluTW 吧？他的 ID 不是就叫餐餐番茄酱吗？餐餐番茄酱去休息了。哎、欸，哦，不是，这个是伟哥。哦，记错人。错、啊、人。哦，对啊，我都没有做护食哎。哎，你没做护食，你要不要去做一下、啊？做护食。没关系，我是辅助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默默的也玩了五个小时，好扯哦！哦，你玩五个小时啊？对啊，啊不是啊，我们不是一起玩的吗？我玩五个小时，你也玩了五个小时吧？哪有，我是中间才进来的。哎、欸，干，其实也差不多，快四个小时了。我中间还有去吃饭哦。
暴锤龙怕什么啊？看一下，让我翻翻我的猎人笔记。水，水，水水的。记得带人影哦。人影，你有没有带？嗯，你是不是走错了？我只是跟着岛虫走。我也是跟着岛虫走。岛虫都乱走。哎、欸，我捡到痕迹了耶！他是不是就在眼前呢？嗯、啊、嗯、啊，哦，来了，公道伯，哎呦，公道伯，噔噔噔，噔噔，丢你便便，哎呦，没丢到，吃便便啦，不丢，有，哎、欸，丢错了，怎么打到是吃？谁丢的？丢错啦！两只一起飞走。汪汪！暴锤龙的弱点部位到底在哪里啊？欸、我被烧死了！我来补血，不要啊！要让他胯下吗？胸内21个月，谢谢订阅，应该是吧？腹部的位置吧？哦、我知道他在哪里了，瀑布。哇，这样我拿弓箭好难打哦。哦，来不及补血。哇，你我晕了，我晕了哦，这灵魂两个人哎。自己两个被滚死。哇塞！这个任务只能二猫是不是？嗯，所以钱才会这么多啊。哦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再一次 ，again。来，我猫走走，晚上好啊。二猫居居。杨娜娜在喊肚子饿了。
哎、欸，你接任务吗？还有的接吗？有啊，很，还有市场。好哦，刷好刷满，来吧。去个厕所。泰汉卢。嘿。你是走去对。哦。啊，你唔得来。蛋瓦街。想空大，你以为啊？谢谢花月的空大，回来了。好哦。小六。嗨，嗯，干嘛？我们戴的这个耳机的名字到底要怎么念啊？我看一下。为什么戴什么耳机？工商。哦、oh, ，但其实我开台开到现在，我没有一次把他的名字很好的念出来，反倒是我的观众都会念的，很难。我都念 IKEA， IKEA 有个头啊 IKEA， 哦，他这叫什么名字来着 ？Acer Prep。P， 哇，那个 P 开头的是，噔噔 ，P 开头的是 Acer 旗下的那个电竞品牌啦。这个是叫耳机名字，耳机名字，这个大概八九不离十，就是他们要咖喱啊，咖喱啊。咖喱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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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
给哦，花杰尔普雷达托尔，嫁给你啦！酷狗小姐有帮到你，酷狗小姐没有帮到我。给没有？你就记，干你给给给给给给给吃便便。给我你啊！给我你啊！给我你啊！给我你啊吗？不能发中音。Gulia，Gulia，Gulia，Gulia 五百 ，Gulia 五百，好的 ，S Gulia 五百。希望我等下关台前我不会忘记。干嘛？你要口说，你要口说工伤五分钟是不是？对啊，哦，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讲五分钟了。该说的观众们都知道了。他说五分钟，我讲了十分钟。那你现在开始帮我讲好了。我这还真不知道耳机要怎么讲话讲十分钟哎、欸。就把你的使用经验，就把你的使用经验讲出来，大概就有个五分钟起跳啦、啊。什么？欸、而且小完全不用担心那个啊，就是看偷看小偷被发现，嗯、他只要出声音就好了。哦，因为他没有开视讯吗？对呀、啊。有啦，一定要开视讯，然后让有个要求说你要开着视讯带着，然后他不是最近还讲说要，最近还讲说要把他那个产品的盒子要放在视讯里头里面。靠腰，然后我就在想说奇怪，对，这个盒子放在视讯头里面到底是要干什么？看起来就像个垃圾桶一样。哦，没收工就骂厂商。啊！这谁啊？这谁啊？正义必得伸张。这谁啊？接受制裁吗？叶大胆，我才没有呢。完了，我们只能再一猫了。冷静一点哦，这可是力战哦。不是哦，因为我的那个视讯镜头 tag 的位置就真的是，真的没地方可以放了啊！我要把它放在我的那个边边角角，就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小型的垃圾桶，它是黑色的那一。断尾吧，先断尾吧。他就是这样子啊。他其实比骨髓龙好打很多。要睡着啦！来了，踢我一脚，天拳！我也睡着了啦！快点！这个是他怎么？这个是他怎么叫起来？这个时候怎么叫起来？就打一下，打一下就好了。哦，打五倍，我觉得有人要领便当了，该有我！谁要领便当啊？我要领便当了！我晕了，我晕了，我晕了！可以删猫啊，可以删猫，可以删猫。不能再猫了，不能再猫了。可以删猫，嗯。到底在干嘛呢？打个爆炸龙这么嗨，哎呦有落石。哦，好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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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欸，啊，伤害还不够。不是，他没有躺到陷阱啊。哦，那我来吧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带陷阱，靠腰。他要
要过来一点，他要过来一点，陷阱在这里。这个是要这个是要捕获还是狩猎所有目标？哇！我靠呀！屁嘞！我刚刚在空中被撞下来。不行，我觉得他太危险了，我要站在原地。交给你们了。我觉得就把他抓起来就好了，抓起来就好了。啊，那个陷阱要拆啊，不用拆吗？这个宝虫到底是要带回去哪里？宝虫啊，宝虫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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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我明明就插了那个爆锤龙的那个标记，结果导虫居然没有跟我讲说我要去哪里。是不是战斗中啊？没有啊，刚刚也是在想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导虫一直不走。我怕，抓起来抓起来。嗯？嗯？捕获完毕。还有一只啊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，还要打那个火龙。这个任务有两个目标。对，这任务有两个目标。嗯，发现目标，見つけた。没问题的，火龙好解决，斩爆它就是了。真的？为什么导虫都不引导我？就说你把图钉插在 QTD 身上就好了，他会引领到你该去的目的地。后跳喷火，起飞，下来吧你。我在旁边玩锤子好了。啊，锤子好好玩，玩锤。你去换狩猎笔好了。我现在就是拿狩猎笔啊！有没有你在旁边？有，我在挥锤子，我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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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补血，补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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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好哦，很好哦。哦，锤子好好玩。耶，倒了。断尾了，哟，尾巴掉了哦。好了，别担心，我现在是大补了。特殊照相。连闪三下，上车啦！这个是能骑上去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个尊重车长好吗？也太好笑了。一堆石头是干啥的啊？我一直没办法剥取，一直捡石头。
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口做那个口说的工商吗？Hey. 我就先讲自己的使用经验，然后再把他的那个口把他那个稿子用 Google 小姐念了一次。什么如此聪明的做法？我居然没有想到让 Google 小姐念，太好了！我现在把它复制下来，让它开始念。另类工商不错不错哦。我看一下 ，Google 小姐。我先用我最真诚、最有诚意的介绍方式。讲述我自己的亲身体验，唔知得讲唔知，哎啊啊，知知影都听，啊，亲他还搞我 Google 小姐，念英文版本的跟日文版本的，人家直接翻译过来，你直接翻译可以听吗？都会很开心，人家帮你介绍了英国的消费者、美国的消费者，还有日本的消费者，哎呦，等一下韩文的也给他阿尼亚 CEO 下去，好像有点道理哦。对，也卖销售到国际上面去。A 蛇喷瑞德的给利牙五百。A 蛇喷瑞喷瑞德。潘瑞德。潘瑞德。潘瑞德什么咖喱？刚我只记得咖喱。完了，什么咖喱？欸，他刚那个任务其实经验值也是给蛮多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钱也很多。要我们没有猫这么凶的话，刚刚那个任务的钱很多。是哦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啊，就是不要猫。好哦，不要猫。真的是哦，不知道谁在那边。谁在那边？谁在那边？谁在那边？这是。大家有看到我头上戴的耳机吗？它正面看起来很低调，但你们一看到旁边这个酷炫的 LED 洛哥，就知道这是一款电竞耳麦。没错，今天就要来介绍这款阿杰尔普雷达托尔加力500王者级的电竞耳麦。我知道有些人对耳机很挑，电动要一只电竞耳机，慢跑要一只运动耳机，听音乐也要练一只耳机，现在有了加力500，只要一只耳机就搞定啦。它有四种音效模式可以选择：3D 索兹奇角、斯波特、穆西奇、莫维。按下耳机控制器旁边的音效按钮，就会在控制器上面看到现在使用的模式。像现在穆西奇亮起来了，就是用来听音乐模式。开了快160个小时，这个月我的天。而中间这个 3D 索兹奇角还有波形图案的，就是电竞模式。最近很多人吃鸡，莱恩上面都有人在贴吃鸡图，有没有人听不见脚步声被偷偷打死过的？喊加一。有没有人连脚步声都听不清楚的？喊加二。加二，加一，加二。你们就是需要这一支加力500，它是全球第一支采用阿杰尔特鲁诺尼 3D 索兹奇角德诺洛技术的耳机。听不懂没关系，总之它的声音定位功能非常强大，非常精准。下次你真的让你真的让顾客小姐念，是不是你就会想到自己需要的就是这一支加力500、哦、这么强大的耳机，当然也很适合用在高端。不是他那个口，他的讲稿，最近的电玩展你自己念出来真的是羞耻到不行。帕蒂都在展示 VR 的应用，念不出来，这个是念不出来的，不知道是哪个有才人写的，太厉害了。感受，估计是他们的500最强大的功能，是他会感受玩家头部转向。那作文都一定都满积分。以前那种国中、高中考试最爱看的就是这种作文文章了。Google 小姐，越好。Google 小姐真是厉害，真是厉害，好会念啊，好棒棒。除了撇开英文，文周周吗？文周周，
不会啊，我觉得什么作文真的很厉害啊，我觉得写的不错啊。想要做作文就是文绉绉的。大家有看到我头上戴的耳机吗？它正面看起来很低调，但你们一定看到旁边这个酷炫的 logo， 没错，就是这一款电竞耳麦，王者级的电竞耳麦。有人吃鸡因为听不到脚步声而被打死了吗？打加一。哈，他刚刚在打加一。加一加一加加。不过他这个耳机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式，是你如果你按他那个啊，他不是有一个功能的，他有一个那个 3D sound specs， 烧死盖死。你如果在那个功soundscape， 烧死盖，它那个一个三，它有一个3D 环绕的，就是你的。它会侦测你的那个人的他的那个方向，然后你的耳机、你的头啊，就是转向，它的声音会集中在左某一侧，那蛮微妙的，不知道那个可以拿来干嘛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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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现在看到暴炎龙，只会想到说，你可以赶快离开吗？让你感到让人很遭遇。蛮可爱耶、欸，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暴炎龙的音乐。对啊，那个音乐配的还不错。帮你补，帮你补。小心。开始。丢地雷。哇，歪掉了。哦，滚屁哦！哎呦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啊，我活着，我活着！啊，我要死了！哎呀，是不是在念咒啊？不要学我！哎呦！哇，快走啊！烫烫哦！啪啪啪啪！体面组是在打他、啊，刚听到体面组。哦，有，奇面族在。啊哦！被他炸到了。前有幻影墙壁。哦。
好，他快死了哦，你坐起来哟、哦。是走这边吗？等打。好像不是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是啦是啦，倒虫是倒着，倒着。我们可以顺便杀一下火龙之类的。可他们位置哎、欸，先看到火龙了、欸。对啊，一个人去抓，一个人去抓爆嘴龙，剩下的去剩下去打火龙。好好好，我去抓，交给我。哦，抓起来了！哇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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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吃吃吃边边，吃边边吃边边，全部便便都丢在他身上了。砸一次就好了、哦。没有，我是说奢侈了。我是说从以前，从以前捡到现在的便便，你们还有丢过哪只魔物的？没有嘛，就拿来丢它嘛。我有丢过火龙。哦，真的、啊。我几乎全都拿来丢暴鳞龙哎。有一次我就是在打的时候，火龙也跑来凑热闹啊。哇，那一次超热闹的，四只魔物一起在同一张地图。怎么会有四只？我还不检举你。对，就四只哎、欸，然后我整个超傻眼，这是什么世界大混战？为什么会有四只？一个地图又不是只有三只而已吗？不是还有乱？我玩的是不同的游戏。没有啊，它最多三只啊，你应该是记错了。三只混战。加你四个，加你四个、欸。是不是有人中毒快死了？那哈哈哈，你要猫车了吗？靠、哦，我有密钥，还早得很呢、啊。你这奢侈的人，想要我，密钥中就有了哦。断喽！嗯，还是火龙好打，对不对？觉得他真是很好欺负。记得有尾巴哦。蛤蜊八个月，谢谢你的订阅。嗯，我想说什么东西挖到一半有东西撞过来，记得尾巴要挖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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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嗨！暴击150，生蚝和蛤蜊两个人差很多啊，生蚝是比较黑的那个。打嗝的跳跃猪。我觉得今天要达到 rank 49应该是有难度的。你现在多少？47。哎、欸，我快啊！我陪你从49，你知道我一49之后，我现在已经54了、欸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升的差不多啊。我今天的等级都是跟你一起升的、欸。
NOYE2580 七个月，谢谢订阅。对啊，除非一直刷白风，而白风好累哦，一直打港宽的龙。我们现在也不是一直在打港宽的龙啊。嗯，好像有点道理耶。可是地形不一样啊，可以运用的那个不同。哦，是啦。我们刚刚那任务打多久啊？也应该是十分钟吧。有那么短吗？暴水龙睡觉好可爱、啊。白风赞赞啊！可是我有点想要去找东西吃了。去吧。哎呀，就是有空再玩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海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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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。那我先。What are you gonna do now？ 一个攻击拜后。我说。接下来该要怎么做？是要继续玩呢，还是要休息呢？求他小，先求他小。哦，没有。我去吃东西。可是我还要。你笑点怎么会这么低啊？我被大鱼感染的。我还要介绍耳机耶，能不能你们听 Google 下来介绍就好啊？我又忘了名字叫什么什么咖喱。你不要学我，然后下次 Acer 就不找你了。不找我。这如果 Acer 找十个人，然后十个人都用同样的版本去介绍的话，应该也是看得很腻吧。其实我之前讲我都没有再照着讲稿讲哎、欸。我也是没有照着讲稿讲啊。可是其实我也没有自己讲了一遍。我也没有什么。没有我那个时候。嗯。我那个时候就是说，我那个时候就先跟观众讲说，他有给我一份讲稿，但是我觉得那个讲稿念的你们大概也不会想听，所以我就先自己先用了几天之后，然后再跟你讲说这个耳机到底用起来实际感觉上怎么样。尴尬。然后你们如果真的想听的话，我到时候再用 Google 下来让你们听一次他讲稿是怎么写的，就这样子。哦。其实他讲稿也不是真的要照他的讲吧，应该是要把他口述化吧。对啊，就大概的内容嘛，要强调的重点。对啊，反正大概就是主打电竞耳麦啦。啊 ，FPS 可以听方位，但是千万不要拿去听 PUBG。为什么？因为 PUBG 只有双声道。啊，是这样吗？对啊 ，PUBG 就听不出来前后啊。PUBG 只能听左右，不能听前后。Isoprade 的Galia。对啊，反正你就照着你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就好，这样子才是最我对我来说啦，最有价值的，观众最想听的。好啦，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们讲的，你们上次应该也听的差不多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我也没有什么好看。总而言之，这只耳机重点侧边漂亮的 logo， 我用女生的方式来讲嘛，好不好？女生自己使用起来的感觉，外观精致奢华低调美，侧边有很明显这个 logo， 那给你们看这个 logo， 哎呀，被去背掉了，反正它就是会很漂亮的蓝色，淡蓝色，然后它上面有软垫，这边有软垫，所以戴起来头不会痛。然后里面也是，然后我看一下哦，它符合头型去做调整。然后前面这边这个就是可以调上次跟你们讲过的模式，还有 3D。环绕音响模式，还有听音乐的 music 吗？对啊，这一个就可以调。
如果现在开的模拟音乐听起来其实还蛮特别的，开这个模式听的话，感觉其实还真的差蛮多的。玩游戏应该是不能用这个模式下去玩了。如果你是要听什么 PUBG 脚步声什么的话，这个应该还真的听不太出来。其他所以你这一个是有插的那个它的 PS4 吗？我是抓电脑，声音是从电脑出来，因为我还要听抖内的音效啊。所以它也可以插 PS4 吗？不行，我上次试不行，因为它是做出来给电脑用的。对，给电脑用的，跟一般听音乐的玩家做使用的，比较没有。所以它的插头是 USB 插头，是 3.5 的。USB。So this 就是这个样子。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重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自己点聊天室，他偶尔会跳那个购买连结出来，就可以自己看看。偶尔吗？对啊，偶尔。搞不好拉上去他还在购买连结。有哎，还在。就这样子嘞。然后今天没有开到北斗，我想想看，可能啊，可是我六日也没有办法哎，六日可能没有办法开。哇塞，这个礼拜哦，办就礼拜五啊，不行，北斗还有三个章节，礼拜五回来开也来不及，礼拜六下午是可以跑一跑啦，不行。有点障碍哦，对哦，差不多要关台，好饿哦，我要去吃东西。好啦，下次开台，我没有实体活动，下次开台再粉专再讲录，就这样子。礼拜五有卖卡杯，不是我原本想说礼拜五卖卡杯回来以后，但好像剩下三个章节要跑。这样好像会太累，可能会跑到半夜三四点。你是凶王军吗？凶王第九章。凶王军。对啊，我记得只有十章而已，不是吗？凶王军打完十一吧，我观众跟我说十一章哎、欸，是十一章吗？所以他没有要打拉欧。啊，你还没打拉欧？我没有打拉欧。那叫拉欧凶王，然后最后那个、啊、那个叫什么城，就是他后面那个鸡，后面那个什么光明什么东东的，光明什么东东？好吧，就是后面的什么？那应该还是有三个章节吧？对啊，那你应该还剩三个章节，就是拉欧凶王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，后面还有我的进度刚到拉欧。好吧，看样子还有一段时间，至少也要个三四个小时吧。不止哦。那我还是不要急着这礼拜破好了。啊，对了，天球城。好啦，那我先关台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。我要去找东西吃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今天斗内的观众们，还有收看的观众们，感谢你们，那就这样子嘞，晚安，拜拜。